下次走神儿能不能严谨一点啊？就去美国一周还是为了工作，担心什么呀？难不成还被人贩子拐走了不成？呸呸呸呸呸！当我没说。来了，行李等着。哎，这儿呢。这儿，这边。来了。哎呀，辛苦。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想死你了。喂，董事长。哦，是我刚落地。嗯，好。干嘛？还有些后续的工作，我要赶紧回去开会。刚回来就工作？乐迪还在美国治疗，我不能松懈。就不能明天去啊？乖，工作结束我再找你，好不好？嗯。哇。哪个托尼老师给你做的发型都粘到我手上了。我就想跟你粘在一起嘛。走吧。卓一峰，你过来一下。托马斯的项目核对一下。哦，好的。你说你下了飞机也不换套衣服，蓬头垢面的，多影响公司形象啊。这太贵重了。托马斯说你在美国一周都没有休息，就当是公司福利。今天不是你生日吗？收下吧。我不是让你别等我吗？这不，你哇，这蛋糕你做的吗？好厉害啊！你再练练就超过我了。闪不闪？很贵的，我超喜欢。你猜是谁送的？不好看。我过生日，你就不能说两句好听的吗？想听，找送你的人说去。我今天真的很累，能不能别闹了？你好好休息吧，我不打扰。生日快乐。快乐你个大头鬼啊！多不用担心。
瞬就感觉到你，给你最美好的自己，我比想象中更爱你，不怕爱要多少放弃，总是决定相信你的相信，给你最勇敢的自己，明白拥抱的意义，无论回忆从何说起，我却只愿把你久久抱紧。